ば呼吸をしてるパパママの喧嘩をエブリデイこれ拒絶並んで歩けないとこは少し苦手意志を持って应该这样，你应该从上就是，然后到脸，然后最后到手，开始。별빛이내린다もしも僕がいない世界ぐるぐる変わらん異世界お手とへばりついた体ちょっと小尾吧我们的最后一句ちょっと目が合う景色と香りも聞こえる音もにかお上司还会画图应该是起的名字还会画图这里面有小人国你知道吗然后呢喜羊羊就住这里。喜羊羊哪这么矮啊？喜羊羊就那么矮，你不知道啊？喜羊羊是我们的千分之一倍。你在哪？